I'm set prepped, ready like a to go. Taking all those letters on my clothes. Won't forget the day I chose me for saving. Don't cry when I pass you by. Decline, don't cry.哎呀，八十八月，这个列入候选，真的蛮好看的。黄宋美容护肤品，送许克林，不错。啊，最不缺是吧？ 这礼物有点太棒了，但我希望我不要抽中。收到这个你会不会开心？<笑>我会自闭的，列入考虑。然后你决定吧。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，但是刚刚我跟你讲比这个跟这差不多一级吧，这个140几块钱，打折200块钱，这么刚刚好。<笑>然后那我提加，要买实用性的东西，一个普通提加，一个机甲提加，普通提加。然后我就。 这个，无非，来徒步，李直吃爽小火龙，然后我喜欢的动漫，海贼王 ，OK OK。 放过去看报纸，只觉得它特别有质感，就这个。 Do you like the way the sun shines off my face when you're staring me down? 把买个这个当做礼物，然后想送给徐秋林，希望他对他的敌人暴都暴力一点，不要对他的兄弟、对他的队友暴力。冬天了，我选择给大家补补血，就选这个，好。 我想把它送给这杨杰，想完成他的一个补古梦。Later。好的，我们的选手都已经把所有的新年礼物买回来了。那么怎么决定我们谁拿到哪一个礼物呢？现在就要开始我们的脱杯挑战。待会大家就是拉着这一坨纸，然后那边有个盛满的水杯。当水杯晃动过大，然后让卫生纸断掉的时候，那你看这个杯停在哪边，你就可以拿到哪一个礼物。 我们第一棒话不多说，让离我最近的是你，李哥来吧，让大家看一下你的技术，唯超技术。我选好，很想要喷火龙。很想要喷火龙。你想要喷火龙，直说嘛，恭喜李哥获得我们的喷火龙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很实用，很实用。旁边还附赠主题完全不同的，好吧？我觉得很值啊，我觉得很值啊。来来来，轮到第二棒，第二棒 ，OK。 我这赌10块钱，他就落这儿，他就落这儿，重出来了，李哥，你可能能请你开始了吗？已经啊，大家可以跟上，开始了，不对，我觉得他好像没买，说实话，对呀，这水不够嘛，水不够，那我已经开始了，你不要，就这个了，别这样，我要搞到你了，不行啊，我觉得你这个要再加一点点，别加，别加，加一小滴就好，我要全给你，加。
哎、欸，哇，你高难度，我在加的时候你还拉。哇，这 OK 哦，谢谢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李哥，我来了。Tomorrow。啊，我到我如果到终点的话怎么说啊？有说好吗？还像啥子？受不了啊！辛苦哎！哇，可以，搞到什么精准控分了，就控分控分。哎，在我的掌握之中，兄弟们一点。许秋玲一直在嘲笑前面的参赛者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帮他增加一些难度，而且他暗示我很多次，他就要这个面子。哇，这个不错，差点露出来。三号，哎，兄弟，稳。许秋玲要面膜。不好意思开口。哇！都猜了，都猜了，开始冒冷汗。这一滴，真是的。你得一直爆，你突然。他就把我们刚刚加入的那一滴给抖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吗？完了，他开始出分了。不要搞，不要搞。对修女表情，对修女表情变化。哎，有说话吗，兄弟？好像是稳住了，不愧是主题玩家。哇，这么稳吗？这手。你就把这个。开始。哇！哇！太厉害了，他那个。OK 了，这满了，是不是？没满，还有那一点，还早呢，离满。还很多。我有小稳，哦，有点这样子。哇，这样。哎，为什么这样？这样子这么卷的，卷的。OK。啊，作弊这种，哇，太强了。你就待会开始卷的。吃不了，比较，别吹。你说吧。别讲话，说实话，再说实话。有说话吗，兄弟？有说话。哎，兄弟。不是，没有桌子啊！之前还有桌子，没有这个人不讲道理，这个好，基于剩两个礼物，我觉得我们最后一关这个位置应该调整一下，不然太好控制。我们就调出一个很微妙的一前一后，好吧？非常非常微妙的，好，差不多就这个样子。我们严格判定，最后参赛选手就是米卡，来，这个来，对你先说，来米卡，最后一棒，你想要的是这个。我想要的是面膜，他想要面膜。好，他如果能过这条线，面膜就是他的。不过的话，这个最可爱的，我的问题吗？再加大难度啊！别，太难受了。输了没有完成，不然就该上一个。啊，兄弟！哎，哇！刘金明的表情，注意刘金明的表情。毛巾表情，高表情。刘姐，管控表情，管控不了，管控不下来，管控不下来。我开始你们那时候了，动桌子了。这是脚踹，过来，这样子站不下啊。哎，不是，这是不是有种某种物理现象？你放个瓶盖在上面，它反而滚。有关这个科普，就屏幕前的观众们，如果有高手的回答一下，为什么感觉放了这个之后更稳？越磨到什么？我先回家了，各位。我身为主持人，化妆都最辛苦，所以我得到了磁力回双眼。祝大家也有美好的新年。